哦，哦，真的是咳到那个妈的那个酸酸的味道出来了，不是味道，酸酸的酸酸的汁液。哎，这个对手很强，这对手很强。我昨天才被这个人类吊打，哎，这人类很强。我之前在那个选手时代的时候，我跟这个人类真的是各种交缠哦。我们打了超多场，这个人类至少应该有20场。他也是大概大师前段、中师后段那边。而且以前，我记得我之前重组之星的时候，其实我最不会打就是人类了，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跟他打了超多场。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会打人类，应该是从那个我之前在那个综合那时候、啊、不是有一阵子在冲中师，后来打到中师88嘛，那时候是我打人类最强的时候。那时候我不是还有写了一套战术，然后说我那时候打人类胜率是92%胜率的打法。哇、wow, 上传 YouTube， 可是那个打法现在不行用了。然后那时候用那个打法打人类的胜率是92%，不唬，因为只输一场，打25场输一场，所以是96%，好木、哦。不过那时候不太准的地方是因为我是从钻石开始打，所以说我的对手我的那个战机里面有很多是打钻石的。那当然，当我的那个分数越来越接近我的实力的时候，我该有实力的阶级以后的那个区间以后，打人类胜率就降下来了。那时候的打法是用那个先知凤凰转巨象，四凤凰然后转巨象，然后再转那个全地面的打法，一来是防空投啦，是吧？那时候我是觉得那招蛮，我的那个打法，我觉得自认为蛮不错的，很稳，也没什么空窗。这首歌其实还不错听，听久了觉得蛮滑顺的，很顺口。啊，这场少做一个细节，靠！
我觉得我要被点了，快飞走吧，绕进去。哇，他看到我那个，他以为我要通投猎光球。哎，我真的是被 Meta 赚，我真的是在赚 Meta 的、欸，就是他们都会以为我在打 Meta 的打法。那下这个 Meta 可能会空投猎光球，因为他看到 VR 嘛，他肯定会那看到这个 V 那个 VB 嘛，他肯定会以为是猎光球。哎呦，干被点了，所以他现在在防我的猎光球。干白痴哎、欸！干我受够了。
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们前进，与敌人交战中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
足够的金矿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干你的白痴单位！
面。为什么没开着？对啊。哦，谢谢。天桥面还蛮好吃的。我知道天台那一间吗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开玩笑。我都在那边住了几十年了。是我在那边住几十年吧？是这样吗？想打下去没完没了、啊。50块啊，我先上去吃吧。好。刚刚射太多了。屌虐屌虐干他妈在拜我人品啊，操你妹的，丢矿炉。